我叫陈一川，23岁，做模特3年，品行良好，爱好广泛，勤奋认真，是你居家必备之良选。打住！再给我多说一句，你给我滚蛋！我之前展示的不是男人的魅力吗？他刚才想我姐姐了，好可爱。姐姐，你可得要负责。你要我怎么对你负责呀？我以后一定会加速变成熟，并且只对你一个人好。可是你能多在乎我一点吗？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。一辈子。你的出现让我重现了希望。爱情不是等来的，而是争取来的。不管你答应与我答应了。都不愿意了？我愿意。